本师亲近光明佛，南无本师亲近光明佛，南无本师亲近光明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亲近光明佛。上次跟大家来分享到《金刚经》里面的第九分一相五相，我们说到经文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部分还没有全部跟各位解说完，今天我们就继续要再来做探讨。前面经文说到，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。入流是指入了圣人之流，也就是入了圣人的境界种类。为什么他会入了圣人的境界种类呢？张老师菩提接着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是名的名是假名，名称上所称的意思。我们要明白，能入就是有我相，所入是境相，境有色声香味触法，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的境界，毕竟空中无任何分别，就如在心经里面也说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所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他于六尘的境界已不起分别，已经不再生起善恶之念。我们凡夫轮回生死为什么会无穷寂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贪着六尘境界而生起善恶，生起善恶之后，就顺着这个善恶去造生死之业，造了业就随业流转生死了。所以家师常提醒大众，家师也就是大智山如来神景雄法寺开山祖师全真上人，在玄空法寺生命之主罗汉时有提，偶然已在因缘中，因缘在缘，偶然从。第一个偶然就是之前在因地所种的因而结的果。所谓事出必有因，因为世界上因果最公平，有如是因才有如是果。众生不断在生死中沉浮，就是在因缘中不能超越，以致受无量的苦。如果能够修学像《金刚经》的般若妙智慧，就能使自己从烦恼的此岸到达清净的彼岸。因此上人也常叮咛大众，蒙蒙四海，红尘者哀，事出因缘，了事止海，还至本处，清净无碍。
要如何了事才能还至本处清净无碍呢？上人常开示当众，要了心才能够了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了事才能够圆满。这个了心其实就是上人常开示当众的玄空般若妙法，以实相不住为心的本体，以离一切想行一切善为教法，以无住身心为妙用。要离相、离见、离念、行六度完行，以玄空般若妙法来说，听得懂也是离相、离见、离念的一种方法。如果我们听得懂，这就是过去一念生净性，今生才有这个机缘，在听闻之后，能够启发我们过去生中的善根，过去所修所种的果位出来，继续在修行上努力，以达究竟圆满。而修到虚陀洹果位的圣人，他已经认知了内六处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是因缘所生法，是空的，同时也认知了外六如处色声香味触法也是因缘所生法，是空的，因为根尘相对，两者皆空，就无所谓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无所谓色声香味触法。就如在心经里面也说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这清清楚楚的说明，内六根外六尘都是空无的，都不可得不可住。可见若流只是随顺世间法而说的，依圣义谛而言实无所度，不过讲明入流而已。如果住相而入六尘之中，那就是意识起作用而入；如果不住相不入六尘，那就是他的意识空了，意识即空，既没有能入的人，也没有可入的六尘，能所都无所入，才能入于圣人之流、涅槃之流。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，进一步说明。日本有一个叫文道的云水僧，因久仰慧心禅师的高峰，便跋山涉水，不辞千里远的来到了慧心禅师所居的洞窟前，跪着说：“莫学文道，素养禅师高峰，专程来亲近随侍，请和尚慈悲开示。”慧心禅师就说：“我居住在这洞窟里，一事无求，不过大地的一切都在我的心中，你跟随我恐怕不能跟我相应。”文道再三恳求说：“不管禅师怎样待我，我都依教奉行。”慧心禅师就说：“天色已经晚了，好吧，你就在我这里先住一晚吧。”第二天早晨，文道醒来时，慧心禅师不但早已做过了早课，而且已经把粥煮好了。由于平日只有慧心禅师
一个人处在洞中，从来没有人来找过他，所以等到要用餐的时候，一时找不到多余的碗来给文道使用。于是慧勋禅师就随手在洞外拿了一个死人的头盖骨当作碗，要来盛粥给文道。文道一看，踌躇着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想，如果我把这个骷髅头接过来用它盛粥吃，实在恶心，不接过来又恐怕得罪了慧勋禅师。就在这样犹豫的时候，慧勋禅师说，你毫无道心，根本不是真正为法而来，你以敬畏和真爱的忘情来处事接物，你跟随我又如何能得到呢？我们一起来深思一下这个公案。慧勋禅师居住在洞窟里，在那毫无设备的环境里，他却能一事无求，可见他内心是多么清凉。所谓人道无求品自高，这已不入了色声香味触法，才能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。而公案中的慧勋禅师有说，大地的一切都在我的心中，这让法官想起上人有首偈语开示，欲黄花般若经，青青翠竹自清净，万物有情天地盈，大小圆满见佛性。这份禅心的流露，就是不着一切法，却又能集一切法的展现。大家可以去体会，在一个一无所有的环境里，禅师的心境是如此的安然自在。这换作一般人，可能就开始行东嫌西。比如以当今的社会来说，有的人可能一下子嫌怎么没有冷气设备或电风扇，一下子嫌怎么没有个舒适的床，不要说住下来，就是待个几分钟也不考虑。这就是心已入了色声香味触法。而一个人要修到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实在是件不简单的事。如现在末法时期，有许多人对修行常只是一知半解，或陷入能知不能行。如果没办法去行，他也会执着在相体里，这还是入色声香味触法。所以上人开始，学术再高也高不过明心的智慧，更高不过见性的妙行。文凭再高也高不过明心的智慧，更高不过见性的妙行。这也是在引导大众要入般若心海。我们要入般若心海才能到达彼岸，因为世间的学术文凭是有限有漏，而出世间的般若妙行不但是无限无漏，而且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佛果。因此上人有首偈语也开示，自家自保自关照，非名非利非干扰，走过无数菩提道，哪怕众神会颠倒。自家自保就是指清净的佛性，也就是人人本具的摩尼宝珠。大家不妨时时关照自己，当
静下心来的时候，心中的妄念是否一直出现？我曾听过有人在静坐时一直在想，这礼拜他儿子回来，他要买一条鱼、一只鸡，给他儿子好好补身。你看静坐时，他参禅参到买鱼、买鸡上面。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修到心对境时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。因此上人也勉励我们说，内障不生，外尘不染，是菩萨行。也就是心对尘不入。上人常提醒大众，不入为因，菩提为果。这个不入就是叮咛我们要捂住，如果我们能捂住，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。所以上人也常开示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若能不入，就是最大的通达。可见不入就是捂住的第一步，若能不入，就成就须陀洹果位，进入圣人的境界。而故事中的文道被慧心禅师呵斥毫无道行，以敬慧和憎爱的忘情处事皆悟，就是心入的流程。因为敬慧好坏、善恶、美丑，都是从分别心上所认知的世界，而真正的道是不思善、不思恶。就如上人常开示大众，不思善恶以明心，三心不得是常情，一把书片般若经，行而无住虚空境。这个一法指的就是般若。上人常叮咛大众，般若无好坏，无美丑，无大小，无分别。所以真正的修道者要去除净慧好坏、美丑、善恶的分别，超越一切的对待法。因为众生的肉眼是有差别相的，比如看到美丽的事物就会想要接触拥有它，若是看到丑的事物，可能就起了厌恶之心，想要远离，甚至连看都不想看。因此上人悲心无量开演悬空般若妙法，上人有所记忆开示，悬空般若法界开演，无眼共振，万劫成空。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开示。我们有缘修悬空般若妙法，就要解释点心，由生活中的人事物以假修真，由肉眼提升到天眼、慧眼、法眼，最后到达佛眼的境界。这样我们的心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慈眼是众生，远情平等。所以修行不是嘴巴说说，而是要在生活中用心去体会实践。这也是我们要能够去体悟做到的地方。说完这个公案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再回到经文来探讨。前面经文说到须陀洹，从须陀洹到解脱涅槃之间，还可以有斯陀含、阿诺含等两个显著的阶段区分。再往上就是解脱的圣者阿罗汉了。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诺含及阿罗汉，这四个阶段
在经典中也合称为四沙门果或是四果，表示了这是四个果位。在通俗上也有将它简称为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此外，在进入这四个果位前的预备位置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关注，分别给予像须陀洹、像斯陀含、像阿罗含、像阿罗汉的称谓。这八类合称四双八倍，都是修学佛法有所成就的贤圣者。而须陀洹名为入流，入什么流呢？前面有跟各位讲到入圣人之流，能够入圣人之流的修学者，我们尊称为圣者，经典中也常称呼为圣弟子。大家明白修学佛法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什么里程碑呢？那就是不退转。什么是不退转？指修学佛法已达到一个稳固而决定的阶段，从此以后修学与道也只会不断的进步，直到达成解脱涅槃。即使在未来世当中也不会再退转。所以凡夫与圣人就是从这里须陀洹区隔，因为正路出国很重要，所以特别举两个公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说明，让大家明白出国须陀洹以明白法的归处，虽名为渡流而无所渡，所以须陀洹不会做正果的念头，以不起分别心，不入色身香味触法。这也是我们要去明了体悟的地方。接着我们再来探讨下面的经文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，我得斯陀含果否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佛问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于是在的意思，意是心意。于意云何？就是问须菩提，在的心意意为如何呢？每次问须菩提意下如何，其实也有要我们深思注意的含义。深思什么？注意什么呢？就是下面经文，斯陀含能作是念，我得斯陀含果否？斯陀含是小圣四圣果位中的二果，斯陀含是梵语，翻成中国话为一来或一往来，佛经上也称一上一还，指的是最多只会在天上和人间再往返一次，就能够完全解脱，永远出离轮回。也就是他再一次往返于生死中，一来天上，一来人间，等到把后三品的思惑都断掉，就可以超出欲界而证得三果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。节目的最后要来与大家分享家师开示的寄语。上人开示：不思善乐以明心，三心不得是常情，一把梳片拨者金，行而无住虚空境。祝福大家，万佛法衣，
万佛庇护不会增长，早日证得菩提清净光明佛。家师大赤山悬空法寺开山方丈全真上人悲愿无量，起建一个环境说法的般若道场，并亲自带领众弟子建设道场，现在正值要起建大雄宝殿，这是十方法界重要大事，需要各位善心大德发挥聚沙成塔的力量，共成如来盛世。在三世因果经也说，福禄具足为何因，前世造寺建凉亭，我们千万要把握这次殊胜难得的机缘，踊跃参加悬空法寺大雄宝殿的建寺行列，凡参加10000元以上者，将刻名在功德园亭永久纪念，欲参加新建大雄宝殿者，可划拨至3148-6206，户名悬空法寺。祝福大家万佛庇护。